乖啊。化验结果出来了，我看看。嗯，白细胞有点高，应该是发炎引起的感染，给他打一针安便吧。好。乖啊，别动，别动，真听话。陈大夫，你看一下，这是酒精过敏啊。这次已经用了，没办法了，下次得用碘伏消毒。好，乖啊，马上好了。慢点，慢点。田院长，跟我过来一下。这里交给你们了，我先过去一下。嗯。怎么样？正在给他处理伤口，就是他现在有点营养不良，所以我给他吃了适量的罐头。我是问郭教授找的怎么样？还没有呢。不过我现在救下了这条狗，功德一件，按照好人有好报的定律，应该快找到郭教授了。我已经找到郭教授了。真的？你怎么找到的？快跟我说说。你说顾明泽为什么会知道郭教授的专利呢？应该是参加兽药峰会时发现的。所以你就找到了那个组委会，打探到了郭教授的地址。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好人有好报吧？这不叫好人有好报，这叫傻人有傻福。能不能说点好听的？找到了就好。你们找谁啊？我们找您。找我？进来吧。哇，你们家实验器材真全，像个小型实验室一样。哎，你们先坐。啊，谢谢。先坐。郭教授，其实我也是农大兽医专业毕业的。哦，是吗？哎，我问一下，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啊，我们想跟您聊相氏水母毒素提取的专利转让。您好，郭教授。哎，你们不是学兽医的吗？要我的专利干什么呢？就是想用在我们宠物医疗方面。搞了半天，你们也是要我的专利，搞什么淋巴瘤靶向药是不是？郭教授，是这样的。之前绿川跟您这边其实是出去。我说过了，出去。走，郭教授，我就是想知道您为什么没有跟绿川达成合作。出去。不是，郭教授，为什么不愿意转让专利啊？我的技术是给人看病的，并不是为了救什么畜生。那宠物也是生命，您作为农大的教授肯定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不是了，出去吧，这样，出去。走走走走。郭教授。行了，别敲了，你现在再怎么敲他也不会给你开门的，先回去吧。
你说一个农大的老师，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用在可爱的小动物身上呢？嗯，喂，我问你呢。不知道。沈秘，我跟你说的是正经事儿，这不也关系到你们绿川集团的新药研发吗？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嗯，我看你是担心顾明泽更多一些吧。我担心顾明泽？嗯。好大的酸味儿啊！不就这东西酸吗？我看有人比这个还酸呢。幼稚。卡洛，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绿川，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一惊一乍的。不是，你一定是你们绿川做过什么对不起郭教授的事儿，要不然人家不会一听到绿川这个名号就聊都不想往下聊。卡洛，姐姐说的对不对？哎，看见没，卡洛都不想理你，你是不是脑子淹这里面淹时间太久了？我觉得一定是这样，不然咱们打赌。行吧，你说，打赌打什么？你定，你说。你输的话，从此以后这个东西不准出现在我面前，不能让我闻到它的味道。行，一言为定。慢点吃。那我给你起个名字好不好？我该叫你什么好呢？他叫小派。嗯。我把名牌给抛光了，你看。小派。你真的叫小派啊？这是你的牌子吗？嗯，真是你的。过，这后面还有字儿。这是。我知道了，谢谢。我让老安查了绿川近十年跟所有其他地方的合作协议，没有一项是跟郭教授有关的，你怎么解释？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呢？动不动就麻烦人家老安，唉。你不要扯开话题，按照赌约呢。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应该找出郭教授的心结到底是什么。嗯，这个星期你不能。你觉不觉得他这个特别像受过什么打击和刺激？类似创伤后遗症。对，创伤后遗症。所以他表现出了对宠物极度的厌恶。我觉得有必要赶紧找出原因。嗯，有道理啊。哎，赌约。哎，甜甜，正要找你呢。怎么了？这个名牌上面的名字应该是狗主人。郭凡。怎么样？没什么东西，好久没人住过了。而且有大火烧过的痕迹。我们还去了您之前的住址，但是发现已经荒废掉了。是失火了吗？我懂了。姑娘，有什么事情你问我爸爸吧。这条狗你认识吗？
痛。早点回来啊。哎，郭教授。你们怎么又来了？您看我给您带谁来了？小派，他还活着。我根本就没有养过什么狗，你们搞错了。郭教授，这个牌子呢，小派从来就没有摘下来过，无论是谁想靠近他，想要把他拿下来，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在那个地方等着他的主人，守着他的家。走开，走开，走远一点。小派，那跟姐姐回医院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哎，别追了，你不是有个朋友在农大吗？是有，怎么了？找到他就能找到答案。郭教授的女儿也在农大。谢谢。你说你都多久没回来了？毕了业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是怕我回来了就不想走了，还是在学校好，只用担心学习那点事儿。现在进了社会，世事艰难，感觉什么事儿都要自己扛。怎么能是自己扛呢？这不是有沈总做你坚强的依靠吗？对了，说起郭娇啊，她今年大三，学生物的，也算是子承父业吧。哎，郭娇在这呢。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郭娇是吧？你别紧张，说起来你该叫我一声师姐呢。师姐好，您找我有事吗？我是想来请教你一些事情。您问吧。小派是你父亲郭凡郭教授养的狗吧？那为什么他自己不承认呢？当年你们家发生的那场火灾跟小派有关系吗？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当年小派玩桌子上的酒精，后来就引发了火灾，家都给烧了，还烧毁了我爸爸培育多年的珍贵毒株。从那以后，我爸爸情绪就一直不好，再也见不得什么猫啊狗啊。他本来还来农大讲课的，后来就再也不来了，只在家里自己搞研究。你是说小派是玩酒精把酒精打翻引发的火灾？陈大夫，你看一下，这是酒精过敏啊。小派酒精过敏，他怎么会去玩酒精呢？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了。哎，郭娇，学姐有些话想对你说，你愿意留下来听完吗？我小时候也养了一只狗，是一只叫仔仔的边牧，特别可爱，从小跟在我身边，就像小派跟你一样。有一次除夕，我妈从早上就开始准备年夜饭，忙忙活活大半天，准备了满满一桌子，我跟仔仔就在屋里玩啊闹啊，结果一个不小心。甜甜，你怎么回事啊？是
是仔仔。钱冬青，给我出来！啊！哎呦，哎呦，这怎么回事？你自己看看，我忙活了一天，现在好了，全被你领回来的狗给霍霍了。哎，算了，狗又不懂事，你看看厨房还有什么，随便做点得了。还能有什么？什么都没了。你现在看看几点了，菜市场都关门了。这大过节的，别人家吃香的喝辣的，咱倒好，喝西北风吧。给我过来！哎，你干嘛？今天必须把这个东西给弄出去，这会弄伤他的。走，别拉他。过来！哎，这不赖崽崽，是我弄的。把桌子，把桌子打翻了，真的不赖崽崽。甜甜，你说的是真的吗？孩子，仔仔不会说话，所以他没办法为自己辩解。你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承认自己犯了错，不让仔仔受冤枉，爸爸很为你的勇敢感到骄傲。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也会害怕因为犯了错受到指责。只要我们可以勇敢地承认错误，我们才有可能战胜它，改变它，重新开始。仔仔，对不起，刚才是我错了。这个项链他戴了五年，在你们烧毁的房子附近等了你们五年。虽然你们已经不再把他当成自己的狗了，但是他这五年一直都在等着你们，挂念着你们。对不起，小盼，对不起，当年那场火灾。其实是因为我，国娇，我知道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很难，但是让愧疚感压在心里一辈子会更难吧。回去吧，跟你父亲好好解释清楚。你来干什么？这又不是你家，离我远一点啊！别跟着我，滚远点！你跟着我干什么？别跟着我！别跟着我！别再跟着我啊！老郭啊，老张啊，哎，你买菜啊？哎，去买菜、啊。你去买菜。哎，这是你的狗啊？哎，不是，不是，我儿子啊，今天给我买了坛女儿红，晚上到我那儿喝点儿。哦，不错的。那谢谢啊，那行，再见啊，慢走，再见，再见，慢走。小朋友，你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们怎么打狗啊？谁教你们欺负小动物的？这谁家的孩子啊？有没有人管呢？
跟你说了，让你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怎么那么不听话呢？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个白眼狼。别跟着我啊！吃了，赶快走。我的眼镜吗？怎么还在这里？不会是出事了吧？爸爸，你怎么急着出院了？闺女，没事了，不要担心，没事了。郭教授，要不然您再留院观察一下。不用了，已经输过液了，在家缓一缓就好了。张叔叔，幸亏有您送我爸去医院，谢谢您救了我爸爸。哎，你不要谢我，要谢谢你们家小派。是啊，当时啊，我躺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幸亏小派的叫声我能听到，要不然就昏迷了，那就危险了。要不是小派拿着你爸的眼镜来找我，我都不知道你爸出事了。走完这一圈就回家，爸爸。我和你一样，其实当年那场火灾不是因为小派，都是因为我的原因造成的。当天我回家想尝试一下化学课的实验内容，
在处理金属钠的时候，把金属钠放在了实验台的一滩水上，结果爸爸，对不起，是我毁了你重要的实验材料，对不起，我当时就是太害怕了，爸爸。娇娇，娇娇，别难过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啊。如今你还在我身旁。说实话呀，娇娇，你最该道歉的不是我，应该是咱们的小派呀。越是明白，相伴不寻常，值得称赞。小派，对不起，你原谅我吧。或许时光不算漫长。虽然这声道歉迟到了五年，但是一切都来得及，重新开始不就好了吗？小派现在也回来了。是啊，是啊。只要你还在我身旁，我的呼唤就有回响。有什么能比重新开始更好的事呢？我们的小白又回来了。郭教授已经答应转让专利，那这个专利正常的市场价应该是多少啊？这个东西呢，对于有用的人来说是无价之宝，很难用一般的市场价格去定义它。你看，问你个价格有必要这么严谨吗？真没劲。你说我没劲是吧？行，那咱们就公事公办，愿赌服输。你现在就给我把厨房里所有的泡菜，还有你手上现在正在吃的，给我扔了。有劲，有劲，有劲，最有劲，你最有劲了。不是，你看在我今天为你们绿川争取下来这个专利的份上，你就得饶了我。我是你们的功臣。哼，下不为例吧。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也不知道表扬别人，就知道说什么呢？嗯，我说，我要看电视，也没说话呀。刚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绿川集团的任飞博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淋巴瘤靶向药的相关研制情况。好的，我司最新研制的针对宠物猫狗淋巴瘤靶向药已经研制成功了，这也是我们团队历经数年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新药一经推出，必将填补宠物医疗领域的空白。过几天绿川就要开发布会了，你说顾学长来得及吗？哎呀，肯定来不及。来不及，那怎么办呀？马上就要开了。不告诉你。还不告诉我？你这人卖关子有意思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我跟你说，我这芒果才有意思呢。我回去让我妈给你腌个十盆八盆的，给你放屋里头当清新剂，当蜡烛。然后我呢，从早上就开始吃这个，哎，刷完牙就开始吃。我每天都在你面前吃。幼不幼稚？进。学长，吃饭啊。谢谢。学长，这几天你不会连屋门都没迈出去过吧？没办法，时间太紧了。谢谢你帮我联系了学院的实验室。嗨，借实验室这事儿还是甜甜提醒了我，要谢你应该谢他。是啊，多亏了他，我们才能取得郭教授的专利。
那学长你先忙，我先走了。好。好巧。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不声不响突然辞职？乖啊，真乖，宝贝儿，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啊。学长，你这几天都没休息好吧？现在什么情况？蛋白酶的活性非常的好，能够有效的抑制毒性，只是目前的临床检测样本还不够。如果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那太久了，明天就是发布会了。是啊，有点来不及。顾学长，那咱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可想吗？要不然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先好好睡一觉吧，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好，您放心，会场内外已全部安排妥当。明天光到场的线上线下的媒体就有50+，主管部门领导和社药方面的专家都会到场。冷餐会由远景国际的行政总厨亲自负责，绝对没问题。任飞，关键是任飞准备怎么样了？任飞博士为了以防万一，今天晚上就住在了会场酒店。明天一早，我提前2小时过去，再仔细巡查一遍。你提前多久过去？两小时。我现在就去现场陪着任飞去。行，先不说了啊，拜拜。哎，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不是你让我来的吗？说拿什么新药发布会的邀请函。我一个星期前就让你拿了，你拿了吗？你是不知道啊，我太忙了。你忙个屁！你忙着打游戏，没了，真没了，没了。那我走了，等着。这是这次发布会的集团专用卡，你别丢了啊。行，明天一定来。我要是不忙的话，我一定捧场。你还忙你？哎，怎么这么冷清啊？啊？可不嘛，神秘和甜甜都没来。不应该啊，早高峰都已经过了呀。说有事儿，请假了。那沈晨为什么不来啊？说也有事儿，请假了。要不这样，咱俩也请假。你看，春暖花开，龙湖边小手一牵，小茶一喝，美滋滋。美滋滋。怎么样？回去工作去。茶杯，茶杯。上班去。好好好，快去。好好好，上班。上班美滋滋。哎，差不多了，就剩张主任他们也快到了。呦呦呦，
哎呦，张主任，您能来让我们蓬荜生辉呀、啊！哎呀，你们绿川网搞的这个新样发布会阵仗很大嘛，领导们嘛都很关注的。哎呦，谢谢，您先落座，我一会儿给您介绍。好，请，里面请，张主任，里面请。没有邀请函的一律不让进啊！有闹事的就报警。明白，尤其是是。OK。里面请。那边过来的三个人，不管他们说什么，都不能让他们进来。听好的，好的。你好，请出示嘉宾证。我们是绿川工作人员，不是嘉宾。那请出示工作证。工作证？没有工作证，谁都不好使。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是绿川的沈秘，让我过去。不好意思，没有工作证，谁也进不去。沈秘，秘总你们都不认识，这都可以刷脸了。走。跟上。你怎么来了？我为了保护你啊，要不是因为你在，我怎么会来？这吊牌怎么来的？怎么样，厉不厉害？这么厉害？崇拜我吗？只要你想要，没有我搞不到的啊。为哥们儿呢，我肯定就不来，但是为了甜甜呢，我肯定得来。不是，谁是你哥们？谁是你哥们？等会儿的方案大家都清楚了吧？咱们见机行事。好。沈宏远，哦，知道了。躲在这儿不是办法，一会儿会被发现，相信我。快，沈总，哎，干什么？这么巧啊，沈总，来，怎么的，沈总？等会儿，别说啊，哎，你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你有什么事儿？我现在是工作人员，我不得展示一下工作人员对工作的积极性和我们绿川集团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好，有精神面貌很好啊，态度很好，一会儿听讲就行了。哎，爸。你就不想让我亲眼看看你怎么把我哥打得溃不成军啊？你听谁瞎说八道的啊？你爸有那么狭隘吗？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争这个绿泉集团为谁？不就为你吗？我能坐几年位子？行，那我等会儿就在台下，我为你鼓掌，我为你跳舞。你有没有个正形？你我揍你我！今天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给大家。博士，我这边已经好了，你看一下。哦。好了是吧？好，那我先不打扰你休息了，我们先走了。好，小心走了。大家都知道。老顾，你沿着这个通道直走，然后右拐就是后台，我去控制室。知道了。你记住了没？我怕被我搞砸了。甜甜，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自己想想。我跟顾明泽、任飞都认识，现在能够完成这个事情的人，除了你没有别人，我们都对你有信心，知道吗？好吧，相信我，加油。那我去了。